第八题，男生有八人，女生有六人，要选出两男两女要组成代表队。那从八个男生中选两个男生，再从六个女生中选两个女生。西八取二等于八乘以七除以二乘以一。西六取二，六乘以五除以二乘以一等于28乘以15等于420种组法。